们这次音乐会特别邀请了台湾国际级小提琴家林品任，还有2014年 Indianapolis 小提琴大赛首奖 Jinju Cho， 2015年西贝柳斯大赛有获奖的 Nancy Zhou 周颖，还有 Fischoff 室内乐大赛第二名的 Boris Pogolotto， 跟去年在曼纽音大赛获奖的台湾女小提琴家陈雨婷。那除了这几位小提琴家之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今年在 UNESCO 大提琴大赛获得第三名的李孟波，还有布拉姆斯大提琴大赛第三名的柯荣轩，然后还有两位中提琴家严子晴跟就读寇蒂斯音乐院的郑恩琪。那我个人觉得，能够聚集这么多这么有潜力、这么有天分的音乐家，让他们带回台湾来办这场音乐会，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我们会办这样的音乐会，其实我很大的想法就是像我说的，我希望能够借由将好的音乐家带回台湾，让在国外努力或者在国内努力的音乐家，他们能够看到一个。未来是他们能够在音乐中去继续的寻找自己，继续的去追求卓越。因为我个人觉得，这真的对社会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不管是对音乐界的人，或者是圈外的人。那除此之外，我也是希望能够将台湾的音乐家跟国外的音乐家做一个互相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自己在国外参与音乐节，我觉得当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心胸打开。去了解国外的一些想法跟观念，我觉得不管在音乐经营上，或是在做音乐上，都会带来新的火花。这是我们办这场音乐会，因为毕竟我们都非常的年轻，我们真的是透过许多人对音乐的热忱，一起来完成这件事。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理想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努力去建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那在这个商业模式下是能够让真的好的音乐，或是能够让音乐在这个社会上的价值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现在十岁的品任或是15岁的雨婷，他们在看到这些音乐者，他们在参加这些音乐会的时候，是能够燃起他们内心的热情，然后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往前走。